其实我应该是在部落格或在很之前的影片上有谈到过，但是可能没有讲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呢在最近在拍一系列的关于星耀体系的解释啊，也是我们之前讲到说斗数呢有宫位体系跟星耀的体系。那星耀体系呢，它有一部分的概念呢是指的说，当它落在我们十二宫里面，我们各自代表我们十二宫上面的一个价值跟态度啊，你自己本身天生的价值跟态度。那每一颗星呢，有它代表了你内涵的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的情绪，所以我们之前讲了，紫微呢是你内心觉得你需要被尊崇护卫的地方，巨门呢是你觉得你内心觉得不安的空，黑暗的怕被人家探索的地方啊，每一颗星都有这样的特质啊，我们录了一系列这样子的星耀，来让大家了解说，其实紫微斗数呢，它在很久以前呢就已经有了，会去讨论人内心深处特质的这样子的概念啊，那只是一般现在比较少这样子提到。这个呢是斗数呢在早期研发的过程中间，他们星耀体系的那个斗数流派，他们所用的技巧啊，那今年天象化忌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天象的这颗星啊，顺便告诉大家一下。天象啊，为什么它是化忌的？为什么我用的是化忌？好，事实上哈，如果你去翻古书，你会发现说啊，好，一般我们在通用紫微斗数全书里面呢，它会在前面是文章，后面呢有一张张的命盘有案例，一张命盘有案例。好，那很神奇的是啊，它在前面的书里面呢，它写的哈是天同化忌。可是在后面的案例里面呢写的却是天象化忌，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庚年啊，如果说庚年它是天同化忌，那为什么后面的案例写的天象化忌？这是不是很奇怪？然后你再去翻更古老的书籍里面，你会发现啊，大概在清朝初年跟明朝的时候呢，他写的全部都是天象化忌，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呢，他写的却是天同化忌。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这是很吊诡的事情。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是，他发现天同化忌才是对的，那他就更改了，那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家发现说天象化忌不准，那他改成天同化忌。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现在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啊，就是啊，因为你当然要想，在古代那个书全部都是用木刻的，木头刻的，所以呢，放久会怎么样？会被重铸掉，会被腐蚀掉，会腐蚀掉。好，那我们来看庚年，好，庚年，好，庚年的四化是什么呢？一般现在在用的叫做啊阳午阴同，也就是月亮，跟天同。那我们用的呢是太阳武曲，好，然后天同天象，天同天象。那事实上呢，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有一个可能是啊，阳午同相，大家看哈，这个天同星啊，如果被重铸掉了，是不是像月亮？太阴星。然后这个天象星呢，如果这边呢、被铸掉了，这样被铸掉了，是不是也像天同？所以而传之下呢，变成阳午月同。阳午月同。那我曾经在那个某一份资料里面有看到啊，这个古书上面木刻的那个原始的字啊，然后被刻死的状态啊，那再加上呢，那个有一个斗数学有一个命理学的老前辈梁湘润老师呢，他也在他的书籍里面呢提到了这一段，所以呢，我在早期啊，基本上两种四化我都教，但我自己用天象化忌。那后来呢？我找到这些资料之后，再去对比了《斗数全书》上面啊，他在文章里面用的是天同，而案例里面却用的是天象。那核对之下呢，我们就觉得，其实应该是用天象化忌，应该是用天象化忌。好，那大家可以试一下看看啊，天象化忌啊，产生的那个力量啊，用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问，那如果说。如果说真的是天象化忌，不是天同化忌，那为什么用天同化忌会准？其实这中间牵扯到啊，很多人对于
科的概念，哦，认对科的概念，科一般啊，大家都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有名很好的一个事情，可是事实上呢，科不能够单独这样子用，科指的是事件的发生，而天龙化科，天龙化科啊，哦，爱面子的小孩，天龙是面子嘛，爱面子的，天龙是小孩嘛，爱面子的小孩，爱面子小孩会任性，任性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一些不听话的事情。不听话的事情，那这不听话的事情其实，好，骨子里面呢会跟天象很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终于来讲，好，天象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天象这颗星啊，好，天象这颗星呢，一般都会被解释成啊，什么人缘啊、里长伯啦、啊，然后什么，公关啊，或者是说，交际。等等的，那事实上啊，天象这颗星啊，哦，今天天象这颗星呢，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是秩序，秩序。好，也就是说呢，它代表的是啊，你内心对于一切的事情呢，你觉得你需要照着你的秩序走，哦，照你的秩序走。为什么天象星被视为是人际关系的星耀？你想想看，天象星如果坐在你的迁移宫啊，坐命宫当它管了十二宫嘛。他所住在迁移宫，迁移宫是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人际关系要照着你的秩序走，是不是你就需要跟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很好的协调能力，那大家才会照着你的秩序走。好，为什么我们讲说天象星很适合当里长伯？因为里长啊，他在对人际关系上面，他需要整个里啊都是照着他的规范，哎，大家奔亲睦邻，哎，那个路灯该修要修，水管该通要通，好，那个里长呢？通要努力去通水管啊，这种事情绝对不会是市长去做的，对不对？所以市长如果去通水管，不能算是政绩，所以这个叫做秩序啊，这叫秩序。那人际关系上面的，在天象在迁移宫上面叫人际关系上面的秩序，如果他的官禄宫上面呢，当然指的是说他工作上面希望啊，一切照他的秩序走。所以天象的人呢，在官禄宫上，我们常开玩笑讲说啊，这种人啊，他。做什么事情呢？其实都脑袋清楚，很有规划。那照着秩序走呢？也就是说，他不希望他的工作呢是无法被他所掌控的，无法被他所掌控的，而是要让他能够悠游在他的这个人际关系之间。那这个秩序的概念呢，一旦碰到了，一旦碰到了化忌，化忌是空缺嘛。所以你的秩序产生了空缺，好，秩序产生了空缺。那，秩序产生的空缺呢，在我们一般上课呢，我们会告诉你说，天象如果遇到煞星，如果遇到化忌，好，原则上呢会有官非的问题，哦，可是讲官非很严重，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约定被破坏掉了，哦，人跟人之间的约定被破坏掉了，那。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好的约定，社会才会有秩序产生。没有秩序产生，那时候就有动乱。所以呢，当天象碰到煞，哦，那化忌，哦，就是有一把煞星，可能是擎羊有刀子，火星有一把火，不管是什么样的煞星，把那个秩序破坏掉。化忌，我觉得我这个秩序呢做得不够多，我要做过头了，哦，做过头了，那也都会被破坏掉。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希望这样子，但是别人不希望，那个我们就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和谐的状态，那当然秩序也就会破坏掉了。所以在天象化忌产生的时候呢，很容易会有所谓的官非。可是大家不用紧张，其实它指的就是我们讲好的事情被破坏。那这个讲好的事情被破坏，包含人跟人之间的合约，或者是那个你房东说要帮你装水电，就还没有来装，这个是破坏。然后再来，人跟国家之间，人跟社会之间的公约，公共法的公约，就是说，我不能酒驾，我酒驾，那酒驾这个事情呢，是我跟国家的约定，国家制定的法律，然后我破坏它了，所以这种都算是天象化忌的状态，那为什么刚刚会讲说，有的时候你即便是用天同化忌去论，也会像，就是因为。别的流派用天同化忌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天同化科，那像干嘛？任性的小孩是不是破坏秩序？所以也会像，原因在这里，原因在这里。那，所以呢，
天象星呢，代表的是我们自己自身啊，对于自己价值的秩序的认定。然后它在每一个宫位里面呢，就会代表了啊，你会希望啊，这个宫位所代表的事情呢，它的那个规范，它的条文，它的制度，它的协调性，它的运作，都要在你可以认可的范围内，都要在你可以认可的范围内。如果说在仆役宫，你会很重视你的人际关系，因为呢，你会觉得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呢，是你希望你可以照着你的意思去走的，可以每一个人呢都要能够跟每个人处理得很好，然后每一个人都要能够听你的话。那如果在财帛宫，你就觉得你希望你的理财或者你用钱的能力呢是要很有规范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那个在财帛宫的人啊，很适合去做保险业，因为保险业呢，他们的环境呢会有好的良好的制度，训练他们有很好的理财观念。然后你的理财透过一定的合约跟规范来去做稳定的生财，那当然是个控制的很好的秩序状态。那当然那个如果在夫妻宫，也是表示说你希望你的感情呢是要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然后能够让你在你自己觉得不要太离谱的范围，去进行这个感情，虽然感情是浪漫的，可是这个浪漫呢都必须要在你可以控制的范围内。那当然在命宫，命宫就管了十二宫，你会希望你的人生一切呢都在你的规范内，好，那这个呢就是啊天象星在我们十二宫里面呢对应了我们希望每个宫位，哪一个宫位有天象星之后呢，我们就会希望呢它是照着我们规定好的事情走，不要乱来，不要乱跑。那当然搭配上啊不同的主星，它会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说武曲天象，那天象星帮那个武曲星，所以金钱价值观必须要照着自己的路线去走。那当然一旦有碰到煞气的时候，它就会歪掉了。